可隆造型 Hello Kitty 软壳行李箱打开来，里头含饼干、零食还有饮料，各式福袋琳琅满目摆桌上，还有史努比造型，甚至也有米菲兔。超商业者纷纷推出限量椰蛋福袋，也能看到这款倒数月历。那这一次呢，福袋内容也推出呢三眼怪造型的椰蛋倒数月历，你可以看到的每一个呢都是每一天，那当中呢都有别具意义的三眼怪造型公仔。这个模样呆萌的三眼怪公仔，每个都有 dress code， 限量只有3000份，陪你一路过到椰蛋节。这次 Seven 福袋12月初开卖，价位落在299元到1499元，全台限量26.3万份。里头可能抽中双头奖、电动休旅车2台，加总超过700万元。另外看准民众疯出国，二奖南极17天套装行程价值超过70万。全家超商则是早一步开卖，499元限量2万份，大奖 GoGo Ro 机车市值近10万元，次奖樱花牌净水器则是2.4万。全家福袋这次也跟爽爽猫、马利欧还有间谍加加酒联名，漱口袋、毛提袋造型深得民众喜爱。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有规划，就是过年的时候要去旅游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抽到的话，我觉得会省更多。交换礼物，我觉得499这个就很适合，因为常就是大家就是订什么500元交换礼物，我觉得很方便这样。除了两大超商推出限量福袋 ，OK 超商17号也在新北椰蛋城推出快闪店，要来抢攻椰蛋商机。三立新闻张博伟、夏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